河南七十五岁的老人格里芬到山西的辽土等，偶尔经常往来山头的杨能时，伊抱着凄凄痛的心理，通过伊委托山头的热心人甲调遣志愿者，寻到伊失联四十多年的邓村子新王婆葛胜利。因为葛胜利现在就徛起到山头。日令伊惊喜的是，到志愿者及武光方面的小伙子，格里芬老人更接愿望通过微信视频，而葛胜利喜相逢。未过在，有能时到山西旅游的时候，偶遇格里芬老人。爱他的时候的在，格里芬有个心愿，就是寻找到山失联四十多年的日新王婆葛胜利。而此后在，葛胜利曾经到山头找中枪工作，伊个被称叫葛立条，现在正到山头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工作。原来葛立芬甲葛胜利拢是河南志安两地村人，今年更已七十五周岁。只是老人当主这个段意亲如手足。1971年，葛胜利随北青南下来到山头工作。从迄个时候起，老人通过自信互相勉励。自上世纪80年代初，可能因为葛胜利工作跳动或组织搬迁等原因，老人失去了联系。时光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葛立平老人对挚友的思念之情愈来愈深。我打个玻璃希望都不打了，看后他在那个这个山头是那个要跟他活动，我说你帮忙随便我走走。12月6号，杨能时请求山头市调遣工人志愿者协会协助寻找葛胜利。志愿者接报后，立即展开寻找行动。通过去找访伊呢老南湾个赵忠强，但是采无线索，再去伊市委之个介绍，伊采也采无，最终就通过咱公安部门去采了咱系统来买全国罗根咱个主席有四位人名人姓叫古胜利个先生，通过比对了了罗个七十回应上个老人，最终确认有一位老人是居住罗兰山头。但是无任何联系人格联系方式。正直部查到的在，多山界居胜利老人居住到市区东日花园，小区门业管理处获悉后，也协助到小区个潜出。当时是志愿者小五伊哩联系到我个电话，伊哩拍门等等，看有一个姓古个先生在哩徛起，那我找了资料之后，哩发现呾有一个姓古啊。那是啊，唔是，我也无咩确定得着。那过后你拍电话去阿老花，即里头呐，你呐拍电话，等对方的电话拨去哇。12月8号的话，志愿者与葛胜利老人处的联系，结果发现老人正是葛立平潜逃的日系王盘。我就拨通葛胜利老人的手机，通过确认。老人非常欢迎啦！我咧就是嗰张一个发烧50年啦，就冇出来。近期由于太行山直大落雪，葛立芬无法来到山头与葛胜利见面。志愿者为此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让其农民失联40载、相隔千里之外的老人到山上个异乡乡，伊能互相问候，互诉思念之情。你身体要注意啊，主要是。对。总的来讲还是找到了，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就联系，互相都知道一些，还是要注意身体的。对。心情要放松一点，是吧？失联多年又登记，农南龙激动不已。我做的不是一天两天了，当然是非常激动的心情，就是特别感谢。他便是那个小黄同志，是最热情。要不是他，我也都放弃了。我觉得很激动啊！差不多50多年没有见到的，突然传来找到了，然后就他，我心里很激动就是了。感谢这个市文明办呐、创建办呐、这些同志啊，还有公安呐、居委会呀、潮汕的公益呀。这个小黄啊，如果没有他们，那我这一辈子就找不到了。葛胜利老人家，
格里彭有些名叫迪明，姓李而迪明，拢是格里彭的祖辈为人起的名，我以顶台听命格姓李。他的爷爷帮我们起的，他父亲和我们父亲原来都是抗日的嘛，就是，所以他起了名字就他大名就达到了明天，他爷爷说，我就起个胜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老区嘛，就提前解放了。令将离别了西岸十世纪只对过去留难结空胡须离别之苦及相空的喜作，正多着心人也感到欣喜。那情情况正讲，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非常激动。来留难五十多年，终于有一个见面，作为我们亲生亲王者，我感到非常高兴。今年十一月底，经有六岁外的小妮被诊断患有白血病。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一家人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直挑目顶，只能够向社会求助。本人麦对此真惊波大佬，无少热心人纷纷伸出援手，为小妮健康。在国内，小妮突然发病，经急诊以后被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急需治疗。不过，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小妮一家陷入了困境。小妮爷爸张当兵打。伊甲妻子生有三个子女，除了小妮，还有一个九岁个大宝囝，甲一个三岁个仔囝。伊人一家人憨憨甲爸母做一个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因为爸母身体未向好，无便做工课赚钱，妻子这个多来照顾老囝，全家人只能依靠伊拍工或者摆地摊维持生活。伊还有个弟落读大学，家来平时根本就无接触。现在在团着，只后叔家夫人过大，团着就讲，只下问了，甲拢叫出来就介着在合作嘛。希望社会热心来帮我，我就该走命。伊靠四岁岁，只六岁命，来三月命，因人生很非常短。小妮的情况经本人脉波导后，看动了正人心，不久热心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张当兵打。为热心人专门到医院探望小妮，并送上黄春英慰问金。话不少好心人通过电话甲微信，介人夫妇联系，并发来善款。有人哈专门送了黄春英来做医院个客阿妹，陆陆续续地微信订电话，有一直百、六百、三百、五百，又有人专门送来。直接个时间是凑了八千块银，加上个黄春英总个是万三块银。其重新慈祥悔改工作人员，即将也去到病房探望小妮，并送上两万元善款。重新相当接了这个消息后呢，也非常当成一个老家，所以就往马上求集了一笔善款，送来去这个娘家的小朋友治疗，也足以早日康复。也当时接到咱今次个人民组通过社会各界个热心人士伸出援手，来帮助这个小朋友度过这个难关。张当兵打，目前伊个两只小妮获得积极治疗，效果还可以，伊对大家个上个非常感谢，也希望更多热心人能够照顾小妮。家长也对服务希望，真是过感谢大家，感谢社会热心人士。近期，市区下几波有居民反映，家门山的下水道严重堵塞，到底污水长期倒灌，污染环境，希望有关部门相互处理。唔能说徛几多，下几波归兴西路而行，其他只等因人来门山的下水道堵塞严重，经常到底污水倒灌。我下个早伊就两下去西桥起来了，只较危吼。伊啊水黏黏，这个到只高条路全部拢在泥泥，只老呢连黄河鳌呀。就在这等过那叔叔家清的，一直还好。六姐，手机木保边买。由于污水多管，唔能涉及附近居民的生活，大受影响。我出这摆时候上落来时候，一家草啊，草啊都无着，甲我外来个厕所啊遐晒着啦，都结起来。这个门口全部拢临时净晒着，不忙也搞。对此，唔能涉及附近居民希望，有关部门能加以重视，尽快解决污水多管的问题，让大家调得安心。有关部门就需要来重视一件，保持话，我们这个生活会造成我们非常大困扰。
这班去学校，这班也是学校。啊，现在就出入门难过在。我希望就是那有关单的领导来教我那。啊，不然这个出入门难影响别人，影响家的。记者随后向下季报社区居委会了解情况。吴光介社区干部表示，已多次组织过沟通，计谋也将对下水道进行升级改造。这种要用的单，个时间到时要过久了，要二三十年。了，点么熟悉用的单，也去做下水道堵塞，点么时间久，整个也有沟通对嘛，已经有去多做个清理，但是比作单，点么时间过久就无两单，即使单全部清一下，但是当落来，就各行就是啊，相当性正点，对接着下水道增加，也叫做改造、升级改造。近段时间，飙车直作似乎有了抬头之势。近日，多市区检索东路，一群后生弟就驾驶电动摩托车，到闹市当个飙车，换大小车技，场面相当惊险，让人乱交通心肝。近日，市民肖先生开车经过市区检索东路的时候，挂只摩托车从伊车边头飞驰而过，行到伊出个桥。肖先生答：当时伊个车个时速大约50公里，挂只摩托车直线而过，速度绝对袂慢。驾车记录仪视频显示，当时只群后生仔拢无戴头盔，有个后座发灾难，有个是直难开，到车溜灯不断个穿梭，大小车技。上头座个后生仔话，就算翘车头，随后后部个人也跟着乌样恶样，正着马路，严重成了车技烧掉，推起来非常危险。当时车了好急，路灯个车也好在咧，人都到路灯，随啊火车头飙车，摆来摆去，很危险。往窗无顾及其他驾驶者个安全，就只顾人家己裸身裸杀。其实，因为飙车就引发的交通事故本来乃应报道发在，挂年在天海区内下镇东初洲南星路段就发生惊险折磨。同时，两名飙车的人拢无戴头盔，到车溜灯加大油门跳车，后来因为车速过慢失去控制，撞到停到路边的小车，导致两人跌落去，驾驶员的头被卡到汽车底盘下边。最后到现场群众的救援下边，才夺得一条命。肖先生就希望违法飙车行为必须严查严处，也希望家长甲学校管教好孬囝，以免孬囝行歪路染发背脊。希望咱交警部门能加强巡逻，家长才该着管理好家己的孬囝啊，毕竟他们突然起来好帅，十个好囝，伊人咧家里那时阵行歪会做做啥？但是咱按人家。路顶个交通参谋者来通你个地带，伊人控啊！另外，一场居民口子财技能竞赛，到孝江区广澳街道丹澳社区影响广场举办。当地社区47位口子财个领袖登场竞技，比一比谁个子财口来更胖更好食。正月朝六下午，有二兄小朋友表演个大地杯歌，拉开了滑动个树膜，随后。精彩的玩具争物陆续登场，这个时候参赛的双超会轰轰开始起摊路为口子财做准备。无着久，摊路的火候下熄，主持人直声领下，双超会双超放杯，子财到路顶快速晃动，黄色由纤细渐渐变成强力。即时间，这届影响广场你望到口子财界隆隆喷鼻。我们会统一提供紫菜、炭炉、火炭、椅子、手套、口罩这些，由我们居委会统一提供，然后在规定的10分钟内，看谁烤得更好更多。此次烤紫菜技能竞赛，主导为竞技顶风菜健康新时代，由孝江区总工会联合广澳街道办事处及东澳社区居委会举办，指导以科学商标品牌带动战略，做足。邓欧紫菜盘桌，迪拉发顶兼食邓欧商标品牌，发顶特色上一。活动结束了，邓欧社区居民界热烈欢迎，吸引了47名居民参加。双超几乎670岁的技术老超，有20票岁的年轻人。
经过评委会检测和评比，有十位居民进入了决赛。且，伊人更是爆竹更劲，争分夺秒考纸材，最终冠军被直为阿姨夺走。这次呢，通过今年的那个纸材大赛，然后也能让各位商家，有更多的交流和技术上的切磋，也进一步的推动我们东湖紫菜的那个产业发展，进一步的让各位了解到我们东湖紫菜的制作过程，让大家现场品尝到我们东湖紫菜的美味。精彩的比赛也将游客带呼何胜。发现呢，他们是用这个传统的制作方法，让我增长了见识，更了解呢东湖紫菜为什么这么好吃。据了解，东湖烤紫菜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当地居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艺，烤出来的紫菜香酥又清甜。东湖呢，它历来呢，它一种传统的烤紫菜方法就是用那个木炭，那木炭呢，这种树木它还是用那个荔枝或者是一个龙眼的树木啊来作为木炭的，烤那个边缘，好多人呢都是烤中间。所以一般吃起来呢，有的怎么吃不熟呢？第一口咬到边缘，所以东湖人呢，他就传统烤出来，他就比较均匀的把整个紫菜烤上来。那么烤好后呢，一般我们肉眼看呢，就变成了翠绿色，因为翠绿色应该就烤得比较熟，啊，那么你再过一点，可能它变味变成了烧焦这一种味道。紫菜、菊花、东京丸是我们的东湖三宝，我们今后也会更多的来举办这些活动，来推广我们的东湖紫菜。依故事，同历史。1992年12月18日，两支深圳甲汕头内经济特区界交通大动脉——深汕高速公路正式动工兴建，这是我市境内开疆界首条高速公路。改革开放初期，汕头对外的陆路交通只有国道、省道，而且公路大多拢是汕头路面，东江还有多处渡口阻隔。当时从汕头坐汽车去深圳和广州，直播着十多点钟，非常不便。经过时间车回家通过空降，到1995年12月冬春，深汕高速公路东段甲海王大桥两支段共16.7公里路面，逐渐形成次通车。为当年幺二二八海王大桥通车庆典紧张添火，又过了一年，即1996年11月8日，从青直北40.1公里的深汕高速公路东段从汕强兴次通车。这个过过后，深汕高速公路西段强兴次通车，至此从青586公里总投资65亿元的深汕高速公路从汕拉通，成为当时广东省内开通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此后，汕头到深圳平均车程速度为4小时。上清楚广州今晚8点，汕头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播出的《汕头故事》。最近，拍摄廉姐那节目发布了直接所谓的甲专业婆婆吃泡面的短视频，但是保护专业的婆婆。但之后，拍摄却承认这是摆拍的。最终，其社交平台账号被封禁，或因为编造虚假信息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对于招生的停改，网友纷纷表示直跌价拢不完。拍主林仔那节目发布的视频中，伊询问只老只泡面的老人何只阿么？老人答何只，伊回复答何只就直接只。该拍主表示，视频中的老人是一个大家。对于做过电视，大家正常以吃了三箱泡面，或者泡面有营养。家己只是以其能之道开啓其能之心。后面该视频热度不断上升，直到冲上热销。因此，事件后面出现反转。12月15日，林郑的节目主动承认视频画面是摆拍，主演的老人不是一个大家，而是家己的阿妈。发布摆拍视频是为了奖红。该拍主表示，视频内容虽然是摆拍，但家己确实到做过电视，吃了交界过的泡面，还认为这个该能够帮家人能指责为公。不过，外长网友并不买账，但为了流量消费白目，太不道手段了。
因违反相关规定，该拍主该社交平台账号最终被封禁。十二月十七号晚，山东柳城警方针对此事发布通报称，警察网名林镇的检摩界四十岁女性林某某为吸引流量拍出关注，自行设改条件编造虚假信息，让其母亲配合摆拍视频，并到网顶进行传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以依法对林某某作出电话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并对其造谣的网络账号采取永久关停措施。为吸引眼球，无假搞笑可以，但需要适度。某人企图引起公司情绪的方式来虚构事实，对虚假摆拍的视频就必须严惩。目前，这些视频平台已发布关于电影类作品内容创作的最新规则。对未注明虚构要刻意令虚假摆拍或处流量界将是情责增加无行起控何等处罚。国家网信办也将接帮者的三类多视频信息内容导向不良网站，多视频传播虚假信息网站被列入销毁，其中就包括摆拍制作虚假多视频。因此涉嫌造谣的林某某被停除，跌件拢未完完。考博队上的揭判是直升违规且失德的行为，挑战界是法律甲道德的底线。对制作虚假摆拍者，网信办应该予以行政处罚；多视频平台则应该警惕零容忍，切实负起责任，加强内容管理。对严重界违规者，可依据相关规定严格处理。